5杯的可乐，没有问题。我们可以再开一瓶香槟吗？没有问题，全部咖喱饭，全部要饭量大。忙东忙西在店里奔走，接下时进节目中，店长一直的妥宗康可真是一刻不得闲。为什么大家喜欢看？就是说，我们从没有到有，我们从不会到慢慢有点会，到慢慢知道说做事情该怎么样互相帮助，该怎么样控制预算。我们是从零开始慢慢往轨道上走。也是看了中控，我回来跟你们说啊。那你没有盘子就说没有盘子，我后面的人就可以来处理了嘛。你们的情绪搁摆在心里面，我们现在在做生意，互相有互相立场的时候，我这时候去做一个裁决，等一下，这个工作就很难进行，那个人一定耿耿于怀，然后甚至于会破坏我们整体的气氛。我很恨这个病毒，半年是完全没有工作，就我还蛮开心的。因为我每天跟我孩子黏在一起，我还蛮喜欢跟小孩黏在一起，然后我也蛮珍惜跟他们黏在一起。陀宗康2011年和当时交往3年多的女友 Kiki 结婚，重视家庭气氛的和谐，尤其很懂得婚姻中的生存之道。真的少讲一句话，真的会让你获益良多。嗨，你好，我是陀宗康，我最近的外号呢叫店长，我现在在。当掌声响起，你一定要收看哦。